妈妈，嗯，我给你说个话哈，嗯。你先听好了。我觉得我自己长大了好多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也觉得你长大了，你是怎么发现你自己长大了的吗？你没看到衣服都小了吗？哦，我衣服都小了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妈妈给你买新衣服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我还有衣服穿呢，这个可以要穿呀。过年的时候再买新衣服嘛，新年新衣服呀。那我的意思是，你跟我说衣服短了，就是准备让妈妈给你买新衣服了呀。这个还能将就的穿一下嘛，等实在穿不了了就不能穿了，要是到这儿就不能穿了。嗯，这袖子都短了。现在这个都能当手套了，因为最近有点冷嘛，嗯，妈妈就不用给我戴手套了，我这样就能保持暖和了。为什么呢？妈妈给你买一件新衣服，好不好吗？因为我还要衣服嘛，衣服还没穿完，妈妈就要给我买新衣服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妈妈的钱又要少了。你担心妈妈没有钱呢？妈妈努力挣钱就好了呀。没事儿，我还有衣服穿，你不用担心我没有衣服的穿的时候，我会告诉妈妈。谢谢宝贝儿。